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就是在当代乡村建设过程当中不断发展跟演进的一个支持青年人成长的学习计划。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了四位十七期的人才计划学员，与大家分享他们过去半年时间在山西永济蒲韩乡村整个学习的一些过程、体验以及收获。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分这个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这四位伙伴每一个人会有3到5分钟的时间做一点自我介绍，包括自己参与人才计划的一些缘由。那第二个环节是每一个伙伴
会分享20分钟时间，自己在整个学习里面比较深刻的一些体验过程以及收获成长。第三个环节是我们会跟网友进行一些互动跟交流，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或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惑，也可以打到这个弹幕里面。我们到最后的环节会跟大家做一些交流。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先有请第一位伙伴小蓝蓝心露给大家做自我介绍。小嘿，兰，好的，大家好，我叫蓝心露，人才计划1077的学员，是应该是介绍来这参加报名参加人才计划的一些原因啊之类的吧，我一开始在直接诱因就是因为 B 站的。国人相见的推文嘛，看到了一篇人才计划招募的文案，我觉得很适合，但是在此之前的很多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呢，是我原来就是有一种对，有一种对那个，就比如说主流生活的。一种抵抗的情绪吧，然后这种情绪是在我大学实习的时候尤为明显。我是做设计行业的，所以在设计公司实习的时候，他的工作模式还有工作时长是我的性格或者我的以我过往的经验是。不能承受、无法忍受的。我曾经想的是，或者是家人给我的培养的一种观念是，你要在主流社会中获得成功，然后一步一步的成为大家所期待的样子，新人所期待的样子。他们认为我确实有这种能力。但是经过了就是之后的生活大学的一些生活对社会有了较大的有一些初步的认识，然后通过实习对所在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工作环境我发现和我曾经的理想是不太一样的。那我的选择就一开始我可能就选择一个盲目的逃避的状态。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我明确的知道了这种生活不是我太愿意过的，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投了简历去找单位了，然后我是还是那种悠哉悠哉的状态，然后给自己的构想是可能回老家给自己找个班上，开启我的躺平生活吧，然后是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了 B 站的。国人相见的人才计划招募推文，然后让我看到哦，原来我还可以尝试这样一种生活实践。当时是比较满怀期待的去填了报名表，然后直觉告诉我我是肯定能来的，当然结果也是如我所愿。这是我。在来到人才计划期间的一个心路历程，介绍结束，下一个吧。好的，谢谢小兰啊，就有自己的一些反思跟思考，同时呢，也是就对未来也没有一种说，特别说我要做什么，也要给自己很多的一些空间跟尝试的可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二位学员，庞莎莎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庞莎莎，我是来到人才计划是，其实是也是有很也，我的原因就在于，
现实的处境是，当时我毕业之后选择考研，但是考研没有上岸。当时我也很疑惑自己能做些什么，然后对自己的自信心各方面都是还挺不足的。看到了当时第17期人才计划，它的那个当时的内容有提到说会比较关感注受个人出的来，今自天我的觉说话察，呢？还有自身的成长等等方面，这是我觉得比较适合我需求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带着一点尝试和试探的心思吧，就是我之前就关注过国人相见的账号，然后在上面看到了一些温老师的讲座，然后温老师的很多内容看了之后，当时就觉得是跟，因为跟自己之前学的东西就很不一样，但是又觉得说的很对，很有道理，就因此有关注的吧。然后看到又是同一个平台，就很希望就是说，哪怕能够短暂的和这样的大佬处在一个领域里面，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开心的，而且也希望看一看自己，尝试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农村领域这个东西是真的感兴趣，还是说只是自己一时的那个简简单单的3分钟热度，或者说简单的想法而已，所以就抱着这样的这两个原因吧，所以就来到了那个破函，来到人才计划。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本身我就是，自己也是家里长在农村，后来才上学去到了城市里，所以，当看到这个人才计划，他说的是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就是他很强调农村，强调乡土这一点的时候，强调可持续生活的时候。我本身就有一种很感性上的喜欢，所以基本上是出于这几点吧，我就报名了人才计划。就是这样。好的，谢谢莎莎啊，就相对而言，这个还是比较清晰的对自己的发展和当时所处的一个状态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三位17期的学员谢飞做自我介绍。大家晚上好，就是我叫谢飞，是人才计划第17期的学员。我的专业呢是材料加工，可以说跟我们这个乡村建设毫不相关了吧。但是为什么会走到这里呢？就是我觉着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我在毕业之前呢，就是因为材料专业大家都了解嘛，就是说就业前景都不是很好，然后呢，我本身对这个专业又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呢，当大家都在投简历，然后去大厂或者说考公务员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了。就是说，去大厂考公务员这些都在我的想象中啊，就是说，如果我去做了这些，自己就被禁锢住了，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呢，再加上去大城市的话，就是买房呀，后面以后如果说结婚呀、生孩子这些，整个都会把，就是在我想象中，就是我只是想象这些内容，就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然后这时候，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的时候，那我又不知道自己又能做些什么。这个时候，当我迷茫的时候呢，就是会去说去渴求一些知识，或去解答我的一些疑惑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每天就处在一个刷 B 站的状态，就也是偶然的了解到了这个国人全球大学吧。可以说我在这里面学到的内容，比我之前花了几年时间学到的内容还要多一些。当时的我是非常向往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的。然后呢，就是一开始的话是在考虑要不要去做志愿者，后来偶然的情况下了解到国人相见他们正在招这个人才计划学员。我就想着是不是自己能够以这样一个机会来
进行一些，就是对乡间呀，或者说国人全球大学所做的一些事情进行一些的接近，然后我就报名了这次的人才计划吧。对，介绍完毕。好，谢谢这个谢飞的分享。那从谢飞的介绍里面，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就当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但其实我内心里面知道我不要什么，那也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跟空间去做一些探索。同时呢，就是参与乡建，它与专业并没有特别大的直接关系，专业只是让我们有一个切入点而已。那真正的是我自己对未来的一种个人成长、生活，乃至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到底是什么样的思考？这个恰恰是最为关注的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最后一位分享嘉宾，学员这个邓雪静来做自我介绍。Hello，大家好，我是邓雪静。我在想这个人才计划参加的缘由的时候，其实想到了最近一直徘徊在我脑子中的一句话，就是既不愿意内卷，也不甘心躺平。对，然后具体说的话，就是要说到去年这个时候，当时我是在教培行业，就是我18年毕业之后一直在教培行业。然后去年这个时候应该是到了双减的前夜，对。然后当时我是做的培训的工作，就是人力资源板块中台的这种培训。一方面呢，我是觉得自己做的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对于公司的发展来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整个商业模式没有跑通。其实当时内行的人都差不多能看出来，商业模式没有跑通的话。就是你做这些中台的，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锦上添花，没有办法起死回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行业当时就是互相抄、互相卷，我自己就是制造焦虑的这样一种行业的状态吧。我相信他们就是整个行业在初心上是有过希望从科技的角度来改善教育、提升教育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在资本的催熟下，他已经偏离了初心。所以那个时候，不管是我的岗位对于公司来说，还是说这个行业来说，我都觉得就是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一度很怀疑自己，从怀疑自己适不适合这个工作，适不适合这个公司，到在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么想过吧。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是我最一度在这么想，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很清楚的记得，就是有一天早上，醒来之后看着天花板，我就在想，人生就是走向重复嘛。所以当时就是在想，我还能去做什么？我还能有什么路可以走？对，就在那种迷茫中，因为之前就有关注国人相见的 B 站，然后呢，就刚好就在那个时候，等于是四处找路的时候，看到了人才计划的招募。然后，其实心里那个种子就等于发芽了。这个种子呢，它是从高中就种下了。因为我自己是就是从村里长大的，我家就是村里的。然后从高中的时候就感觉到这种城乡的割裂吧，发展不平衡。然后当时就有想，如果能给家乡做点什么就好了。然后当时看到这个，所以就是这个种子在高中的时候就埋下了。然后在去年这个时候，刚好看到人才计划的招募，就是很兴奋吧，当时，然后就报名了，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谢谢雪静。就是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跟价值、人生的价值跟意义的时候，那个选择性可能就会越来越宽广。那我们从四位17期的伙伴介绍当中，应该就能感受到，其实每一个来到普函来参与人才计划的伙伴，他的背景、他的想法其实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人才计划，它不是一套固定的学习方式或者学习课程、学习内容，而是我们要与来自天南海北、不同习惯、不同背景，甚至对未来有不同期待的伙伴，来去共同创造这个学习过程。这当然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但当我们直面去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接纳这些不确定的时候，我们的学习过程可能就会真实的发生。那接下来第二个环节，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四位伙伴，他们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所发生的，对他们而言印象深刻的，或者自己有很大体会的一些学习过程吧。我们还是按照刚才的顺序，首先有请这个小兰兰心露。好的，我来这给自己的初衷就是一个目的，就是体验生活嘛，体验一下乡土的生活。所以我对在普韩的生活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记得刚开始来的时候，我是由于飞机的晚点嘛，然后出租车到了村里就已经很晚了，然后下了出租车，然后看到抬头就看到天空是漫天的繁星，然后你还能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一条银河，那时候我就差点就是就十分感动，然后很兴奋的和过来接我的同伴说起此事。然后我过去的时候，其实大家其他学员都已经到了，然后大家就脾气很热情，然后吃了一顿他们做的饺子，就是挺好吃的，但是就是一开始的新鲜感，过去之后你会发，然后我会发现，第二天看到，其实。我们村子里的各种基础设施条件是没有我原初想象的那么好的，毕竟我是待在南方人嘛，然后南方的村子和北方的村子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就有点类似于culture shock，或者说水土不服。一开始以为是会难以接受，但其实还好，因为我来这里是并不是为了什么生活条件去这里的，而是更多的是回归一种精神上的体验，所以这些，当然除了。有一点我是无法忍受，就是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天气很热，到后来终于装了空调了，就很开心。然后和伙伴的相处，是我最特别喜欢，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和我一起来的同伴，就是感觉他们身上就是都各有各的特点。是很不一样的一群人，包括我自己，但是就是在他们的各种独特中，我就能就是感受到一些共性，或者我就是体会到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共识的，带着某种对现代性的反思来到乡村，去来这里生活实践的，所以和大家相处中我。比我想象的是，更加的，融洽的，然后，其实我们生活在是一个院子，所以关系是，两个宿舍，是并在一起的，所以关系日常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然后我们做饭呢，是。就是我们商量好轮流来做，两个人一组或者三个人一组。就是我特别喜欢在这里的做饭环节，就是大家都是我认为是比较用心上心的，然后做的也挺，就是不说挺吧，是十分好吃。就是我曾想就是做没有必要把。
时间花在低效益的事情上，但是在这里做饭让我就有了更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去追求，你看上去没有就是太大效益，就是你要花很长时间做饭，但这个做饭过程本身就能让人体会到怎么说呢，就是快乐或者是成就感吧，然后。然后看大家一起吃饭，吃饭也是，就是大家认真做饭、认真吃饭嘛。这让我感到，那就是，可以说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吧。吃饭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吃饭而已。这种感觉是让我舒适和安心的。然后说到吃，然后我很喜欢就是蒲安的。的发酵厂传养的猪肉猪啊，普安在我出来的印象是，普安的团队他们所在社区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想去实现一种生态化的生活模式。所以他们主要做的是，生态农业这一块，就是那种不打化肥农药，使用有机肥，然后种植的作来去种植作物，然后我们在就半年学习期间，就是没少薅羊毛去，就是蹭吃蹭喝，我感觉体验很好，就是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发酵传养出来猪，吃的感觉就是。好吃，就也是包括我们学员做饭手艺比较好，所以回来之后就是我对正常的猪肉失去了兴趣，然后还有我们会在自己的庭院里，种菜，就是秉承着那种能够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的那种，生态生活嘛。然后最后，我们小组最后有个小的项目，然后也在尝试做生态堆肥。这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个可持续发展并不仅限于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更多关注的是个人身心状态的可持续发展。是在普涵的团队，在普涵这乡土的生活中，团队对于学员的身心状态以及对我们的情绪的上的关照是很多的。这也是从这里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情绪的重要性，因为毕竟情绪是你能够感知到的唯一能确认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以此为出发点，这也是我对自己之后展开各种精神分析的一个开端吧。当然我认，虽然是就是这种乡村的生活，它并不能就完全杜绝掉那种现代性的工业化城市的一些便利，比如说物流啊之类的，但这种乡土生活确实是能让我获得相应的滋养的。然后我就是体验过这半年的生活之后，我就先开始反思这半年的生活和我以前生活的一个有个。有什么差异呢？其实，在我看来，现在看来，这种差异更多是，对主流生活，就是资本与现代性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它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它在制造各种的病症，所以人往往会从中能感到，不适、痛苦或者很不舒服。
乃至于甚至觉得这套游戏规则是荒谬的。但这种感觉是被主流的意识结构所排斥的，被压抑的，所以你是很难把它通过符号来语言符号表征在去外显的，只能停留在潜意识中。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一个，这是怎么说？一个适应这个社会的主流，能过上主流生活的一个正常人。但是作为乡村，它是不妨承认，它是一个残留着很多前现代元素的一个场域，而且它是属于资本的边陲地带，所以它是受主流或者是现代性影响比较小的区域，所以就是往往能够通过逃向乡村的方式来获得某种或者说乡村或成了相对于城市的一种避风港，或者当然，如果是心怀理想，去想去做一点事情的话，也可以成为有识之士的实践场。我来这里最初是对乡村抱着有一种比较朴素的乡土情怀嘛，然后也学习过很多温铁军老师的一些宏大的理念，有家国情怀，想怀着异乡热血，想为乡村带来改变。但是真正来到乡村之后，发现其实实际状况并不是我曾幻想的那样，那种或者说并没有那种普适性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适用于每一个村子吧，每一个村庄。然后，而我作为这种初来乍到的愤青，也并不能为乡村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到最后，反倒是乡村这个场域来救赎了我。他让我知道，原来我并没有被妥善的安置好，原来我并没有被妥善的安置好。曾经，或者说一直有一个疑问是徘徊在我的心头的，可能很多人也会这么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干什么的？这对，这后面对主流的反叛，或者是家国情怀、乡村情节，或者是对乡村振兴的一个向往憧憬，都是为了去应对这种疑问和焦虑的手段，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虚无的对自我虚无的焦虑，以及没事找事。然后，如今我也能慢慢意识到，人生在世上并不是带着什么使命而来的，没有你一定要去做的事情。但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反而能获得安宁，或者说是解脱。旅途的意义并不是在于终点，而是在于旅途本身。那其实，自己按着不妨按着这个思路，静下心来，好好去看看沿途的风景，然后体会其中的本土人情。我觉得对于这种事情是对追求人生什么终极目的啊，是更切实际，而且是更有意义的。以上就是我的所有的分享。以上。好的，谢谢小兰。就是说，我们的学习就是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开始，从最简单的吃饭、穿衣。我们在2003年乡建开始推动，高校里面的志龙社团，让青年学生以社团为载体，进入到乡土实践当中的时候，
就明确提出一个口号，我们叫"救救孩子"。其实，当我们满怀一种社会责任跟理想，要下定决心去改变乡村的时候，或者说要改变社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小兰刚才的这个分享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能不能先把自己安顿好？就当我要去想这个宏大的思想跟社会变化的时候，我能不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一个相对清晰的角色？这样也不会让我们自己感到很无力或者很焦虑。那再次谢谢小兰。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第二位分享伙伴，这个庞莎莎。莎莎。大家好，我分享的话大致就分为两个方面吧，就是我们为期半年的学习，大概是在2021年的8月到2022年的1月底，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时我来的时候，这么说吧，我们的学习在我眼里大致分为。这几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双选期，还有适应阶段，就是8月。双选期大概是为期半个月，然后剩下来的半个月，我们就在讨论。我们进行了很多，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的内容要该怎么去继续的设计，因为这个内容就像熊哥说的那样，不是说一开始这个内容就那么定下来，是要和项目组和学员一起在互动过程中来确定。我们更想学习什么，然后我们想要走的方向是什么？当然，项目组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考量，然后我们个人有个人的需求，然后项目组会考虑说，本身这个人才计划项目的一些东西如何和我们的个人需求如何更好的融合在一起，然后融合的过程就是我们后面先开始八月后面先开始进行大家一起进行的一些探讨。然后大概第二个阶段，就是入户的阶段吧。入户的阶段，大概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就是建立连接的阶段，建立连接的阶段就是在9月和10月。9月的时候，我们是开始进行入户访谈，就借助一些工具，比如说田野日志、家系图。生命史带着这样的工具去主动的和农户打交道，就是你本来和他不认识，你和他不熟悉，然后你怎么样去和他建立关系，你怎么样和人家起码能说得上话吧，就是让别人知道你，然后你也知道别人的一些状况，这是刚开始吧。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的特别大的收获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一直处在学校当中，然后再加上种种吧，家庭还有学校种种各种原因，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特别惧怕与别人建立连接、特别害怕跟别人社交的一个人。跟一个不熟的人打招呼，跟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去建立连接，去问人家这个、问人家那个，对我而言是一个特别挑战我的事情。我去人家家里，在家门口之前，我就要做好久的思想建设，我就要说。天呐，天呐，我要问这些东西，然后在走在那条村道上，我就要想我今天要谈哪一家。如果有一个人，他们站在路边，眼神对着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在看着我？心里就很紧张。刚开始就是这种状态吧，就是，反正就是这种带一点点引号吧，就是带一点点社恐的那种感觉，不敢和人建立联系。但是我们大概这样入户访谈进行了大概半个月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在这样的状态下就更加自然了，就是说会觉得和人打交道，和人主动的建立连接，去，然后以及沟通的技巧等等方面，我都是有所进步的，心态以及相应的方式，我都在进行相应的变化。与人打交道对我而言也不是那么一件特别难的事情，然后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比较正向的反馈。然后同时，在9月的时候，中秋也来到了。我们当时说，就是要做一个
按照当时的计划吧，就是说要做一个中秋节的活动，在村里办一个中秋节活动。当时其实按我自己个人的想法而言，我觉得这个东西好难，因为我们只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入户访谈，然后我们和村民很多就是点头之交而已，我们只是跟人家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活动，很多节目可能还需要说，我们要把村民也要拉进来，然后他们做节目，我觉得对我而言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有另外一批伙伴，他们是外出，他们去考察去了，剩下的只有我们几个人。不是说我不相信伙伴，而是在我眼里这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我们这几个人就要去做中秋活动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好难。但是在我一步一步和我们团队的伙伴一点一点磨合去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就会慢慢学习怎么去动员村民，怎么去说我们怎么样去和他们沟通，说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如何让他们尽可能的参与，以及我们内部这几个伙伴，我们如何形成日常的我们的沟通的机制，比如说我们今天把我们做的事情。总结一下我们的进度到哪里了？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继续要推哪里？每个人，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呀？别人的伙伴需不需要帮助他呀？就是我当时特别安，虽然也紧张，但是也比较安心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尽管我知道我可能很害怕这个过程，但是我知道我如果求助了，如果我觉得说那我不太行了，我的伙伴是肯定会过来帮我的。我觉得这是给我兜了一张网的感觉吧。这是我特别放心的一个原因，然后就中秋节当天，我们那个活动，村里一共也就那几个人，但是大部分的男女老少，大家都来了，都来看我们的活动，现场是特别热烈的，当时心里那种成就感就特别大，整个从入户再到中秋节活动办下来的这个过程，就等于说是一步步去突破我自己的边界吧。从不敢和人打交道，到要学会去动员别人，以及和伙伴建立这种沟通的，然后那种事务推进的这种机制，对我而言都是特别大的帮助。这算是入户的一个第一个小阶段，就是建立链接的第一个小阶段。然后第二小阶段的话，我们刚开始只是入户而已，后来都说我们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只是和单个一个一个的村民，一家一户，我们去聊天，建立这样的联系。那么，我们从整体，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村庄呢？我们会怎么样去了解这个村庄呢？所以，我们后来又进行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用2周的时间去，做一个对村庄整体的把握？然后我们经过伙伴的经过种种讨论，我们说这个整体的把握具体落实的形式就是进行这个村庄的大事记以及绘制这个村庄的概貌图。那2周的时间里，这个东西从一开始整体把握一个特别抽象的概念，到落实到具体形态，再到这个形态具体哪些人想做，就是这个分组再到具体要做哪些事情。事情以及这个事情的计划，以及这个事情计划具体落实到人，这个进度的推进和安排，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过程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磨练，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团队的这种共创吧，我们一直讲共创的这个机制也在慢慢形成，就是主持或者说有3个人，有原来可能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没有明确的，比如说生活或者学习啊，这些事情都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归于谁啊，或者什么样的这一个状态。后来就可能大家就商量说，可不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就比如说这个月有3个人，我们一起这3个人一起商量来说，负责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生活的种种东西，和考虑大家的种种需求，然后和项目组进行沟通。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除了去完成了村庄的一个整体把握的状态吧，然后我们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一个共创的机制，这是我觉得也特别对我也而言特别有收获的一点，因为每个人，而且每个人，因为他每个人都有分组嘛，几个人一组，几个人一组，我们去做不同的事情，每个人等于都有机会去做组织者这样的角色，去主持会议，去安排相应的进度，
去安排这个事情该怎么推进，该怎么去做，具体到哪一天，还有就是分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对每个人而言也是相当大的一种锻炼。入户的第一个阶段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浅层链接大概就是这样，第一个先是入户，然后中秋节活动，然后再到我们要去对村庄整体把握，然后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阶段就是我们与村民的链接可能就要再推一步了，就是我们认识了很多村民，也了解了村庄的一些基本状况，那么我们能不能对村庄里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说问题有所发现，有所回应，就是之前小兰提的那个小额项目的阶段。小额项目这个阶段时间其实是挺长的，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项目推进的过程嘛，我们要从开始去发现村民的需求，这还只是一个前期的调查，去发现村民可能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当然这个需求跟我们个人的志趣、兴趣点什么的也都是有关系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立项，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踏踏实实的去想这个项目的内容究竟该是什么。这就只是前期计划的部分了，然后后面我们就要开始落实这个项目。然后最后就要做这样一个项目总结，这是一个整体而言比较完整的一个过程。我特别喜欢这个小额项目吧，因为当时和我搭档的另外两个伙伴，我们都有一致的。首先，我们搭档的另外两个伙伴，我们都有一致的关注对象和群体，就是我们都很关注女性。我们的这个过程是我们关注的过程，就是一步一步在缩减吧。最开始是女性。我个人是所有的女性都可以，然后另外一位伙伴他是可能关注主要的是年轻的女性，然后还有一位伙伴的话，他可能关注的是老年女性。我们都有一个群体，共同的群体女性，我们就三个人就结组融合在一起。接下来我们三个的话就要进行调研，我们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根据我们想做的这个东西进行调研，看有谁想做还是怎么样。后来准备的。也不能说准备的特别充分，但是时间点就卡到这里，我们就需要开始做了。那么我们就说，我们先开始做一做，试试看。结果我们就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原来真正参与到我们想要做的小额项目中来的，和我们原本预想的那些东西是这么的不一样。事情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一点点进行调整，就等于说在一点点调整我们的想法吧，我们原本想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实际我们做起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原本想关注的是这样一个群体，但其实最后我们回应需求的却是另外一个群体，就主要参与我们项目的却是另外一个群体。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而且也觉得让我们慢慢学会了就是怎么从想法再到现实，然后怎么根据现实再一点点的去推进以及去调整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当然所有的这些虽然我们都说要调整，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肯定是要，我们的初心就是说我们要去回应原本要去回应的那个村民的需求。大概率就是大致就这三个阶段吧，就是第一个就是适应期、双选期，还有就是后面那个，那半个月，然后第二个就是浅层的链接，就是入户加上我们。村庄的概貌，还有就是，村庄概貌大事记，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小的项目，这是我们按照事情来分的这样一个大的方面。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主要是在那一个小院子里，叫文学屋。我们分为男女两个宿舍，大家都住在一起，日常生活吃啊住啊什么的也都在一起。院子里特别有意思，当时大家还种了一些菜，虽然最后长的成效就都是，我们都不太会种，也不太会去这个东西，但是去尝试了，看着那些菜在那儿长，也不知道它长得怎么样，反正青青的在那一片也特别有意思。日常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都要轮流做饭嘛。我原本其实按我个人的性格的话，我也是会觉得说，做饭这个东西，还有这些东西也能算是学习嘛？我当然会觉得学会做饭对我而言更有助益的，但是我会觉得这些也算学习吗？
但是我慢慢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感觉到，就是从食物入手可以关注到生活的特别多的方面。我认真的去做饭，然后去关注这些食材，关注这些食材背后的东西，然后处在一个小院子看那些菜在长，不管它们长得好不好吧，但是感觉到自己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以及到了冬天的时候，我和我另外两个伙伴们，我们还一起练太极扇。我从来都没有想象到过，就是我以前这么无趣的一个人，就我只会想到学习，或者说我要想到要做什么样的目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还会关照这样的生活。我会想说，我接下来这顿饭我要做什么，我可能要选什么样的食材，我要怎么做，然后以及，我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了，然后今天阳光这么好，我要不要出去，然后大家一起锻炼锻炼身体，做个太极扇，学一些什么的。而且以前我也是一个特别宅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大家一起出去，不管出去的地方，或者说不管它是不是名胜啊，反正因为也有疫情，也不太能去。但是和大家在一起就瞎玩就很开心，所以整个这半年下来，对我而言是特别好的一个滋养还有成长的过程。一个方面对我而言特别重要的就是自信和勇气都在增加，在做事的过程中吧，一点一点感觉到自己做事的能力，培养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确信，就是我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一个，但是我起码是不弱的那一个人。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事情不一定真的就是我准备的特别万全，我才能去做。我开始去接触这个事情，一点点做出来，我也能在做的过程中当中学习，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过程。然后同时另外一个就是勇敢的去和他人建立连接，不管说是深度的链接还是浅层的链接都行，就是勇敢的和他人链接的过程，我会觉得是走出我的这一个小小的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感受到就是我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我觉得特别有收获的点。我会觉得从我走到我们，让我觉得我自己不是那么孤独，或者说也不是那么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小屋子里的那种状态。对我而言，这两个改变都是特别好的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好的，谢谢莎莎的分享。莎莎整个分享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人才计划在这半年期里面一些学习的细节过程跟内容。这个大家关注的也可以去我们公众号上去浏览。那我觉得莎莎提到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整个人才计划在所有的这个学习内容设计里面就很重要的，或者说。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家走向龙户，就是只有在跟龙户建立不断的连接跟互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于乡土社会本身的一些关系、一些发展、一些现状建立更直观的一些感性体验，这些体验才能让我们去思考自己内在的那些想象、那些意识、那些观念，它能不能去落地。我觉得这是人才计划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成长背景历程，你抱着多么大的社会理想来到这里，都是要从最基础的跟龙户打交道开始。这也是在我们的经验里面会觉得乡村的工作很难，但乡村的工作也很简单。核心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跟这些百人百姓的龙户建立一种有效的沟通机制。当这样的沟通是有效的时候，乡村里面无论是这个经营性的业务，还是公益类型的服务性业务，它都能够很好的动员你自己的服务对象，建立起一种低成本、有效的良性互动的服务机制。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另外就是说，莎莎最后提到那两点，我也特别有感触。的确就是在勇气呀，对自我的认可呀，跟别人建立关系上，就感受到莎莎有特别大的突破。那回到人才计划也是一样的，就我们要去探寻教育的本质，那它就是要去
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就我们说，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他人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跟自然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能否去构建一个共生的、相互支持的、相互滋养的一个体系或者一个社会文化跟关系，而并非现在只有这样一条独木桥的往前走的竞争的这样一种关系呢？所以这个探索是需要去不断的、持续的去进行。那也再次谢谢莎莎的分享。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三位这个分享伙伴，谢飞，大家好，就是分享一下我在普韩学习的这半年的经历吧。首先要介绍一下我刚到普韩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从永济北站搭上的士来到下司村，然后发现这个村子好像跟我所在的村子并没有什么不同，村子就是路上也没有什么年轻人。甚至说街上根本没有看到什么人，然后，下来之后给就是刚才我们的主持人熊哥打电话，然后就一个黑黑的穿着布鞋短袖的大哥就过来，他就是熊哥，然后就把我们带到一个院子里，然后看到这个院子呢，就是我心里也是一阵吧，因为院子在我看来很破，然后就是。再进到那个宿舍里面，更是吓人。一进去可以看到，就是屋子全是水，地面是水泥地面，然后凹凸不平的，墙面也没有，甚至连漆都没有刷。进去之后感觉温度非常高嘛，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是8月份，一看就是屋里也没有空调，只有2个风扇。然后简易的上下铺，一个屋子里面要住6个人。我当时就感觉自己是不是，进了就是传销组织什么的，就是当天晚上睡觉也是根本睡不着，因为热的，就是底下是那个，棉被嘛，然后整个汗就往上蒸，外面还风呼呼的刮，但是。刮的是南北风，然后我们这个房屋子是，坐东朝西的，就是外面风呼呼的刮，但是里面根本没有一丝的动静。然后当天晚上直到3点我才睡着觉吧。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也不敢说话，因为我怕是不是自己之前过得太安逸了，或者自己太娇惯了，就是也不敢说自己没怎么睡着。然后后来才知道。就是原来大家都一样，我就安心了。就是说，不是自己有问题，当时就是太热了。对。然后就是好在就是说，现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太冷了，屋里装了空调，就是说夏天现在应该不会再像之前那么热了。然后院子里面除了宿舍以外呢，还有厨房啊。书房还有卫生间，其实个人认为就是卫生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设施吧，就是说洗澡很方便。然后厨房的话也是，之前我来之前是不会做饭的，但是现在我的厨艺，我觉着做饭还挺香的吧，就是这是我对就是下次村以及我们住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初印象吧。然后呢，来到这里之后有2个星期的双选期，双选期里面呢就是比较紧密，有深入农户，然后去地里进行劳作的，然后还有就几天是进行一个集体的讨论式的学习，还有呢就是和分小组和在地的五户返乡的家庭进行一个交流。每天可以说每天过得都很充实，然后回到寝室都很疲累。但是呢，最后让我留下来的，并不是说就是我对接下来会展开什么学习，或者说我对村庄有特别朴素的情怀，这些我认为都是次要的一个
让我留下来的一个原因吧。其实让我最想留下来的是我就是和我一起生活的11位学员吧，因为大家虽然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轨迹，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文学屋的时候，就是我们都能够相互尊重，然后相互看见，就是在交流的时候呢。也能说，就是真诚的打开，就是说不遮遮掩掩，说一些违心的话，这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与他们的交流呢，就是一方面让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世界的多面性，不只是有我之前所看到的那一面。另外一面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说大家交流的氛围以及生活的氛围，就是我之前所幻想的那种年轻人的一些的关系吧，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年轻人之间的那种纯粹和美好。所以说，在双选期结束的时候，就是其实我是决定留下来，但是又非常忐忑，就是害怕。就是只有自己留下来，大家都走了。好在就是说，最后所有人都能够留下来。这也是就是当时双选期结束那一天，我特别开心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在普韩让我感受非常舒服的地方，就是说，在这边的生活学习节奏虽然说很充实，但是并不是很繁忙的，就是说，对于我这一个慢性子的人来说，就是感觉是十分友好的一个方面吧。然后呢，就是后面就展开了，就是整个半年的人才计划的学习。人才计划的学习，就是对我个人来说是成长很大的，因为就是在下次村可以说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吧，每天都能够，看到美丽的夕阳。然后白天的时候，如果是晴天，天也特别蓝。跑到山头上的时候，还可以望到下面的黄河以及远处的鹳雀楼。这是整体的一个生活环境吧。然后呢，就是说整个就是人才计划设计的。一些学习内容，就是从一开始的田野调查，再到后面的，这个村庄资源识别，再到就是，小额项目，以及中间开展的两次就是在村庄里面的活动，就是，从这个乡村建设方面，可以让人就是。学到很多，一开始，比如说就是从田野调查嘛，就是说，分小组，然后深入农户家中，与他们进行一些沟通，使用的就是生命石以及家系图的工具，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生命发展有一些具体的了解，从就是村庄内就是村民的。个体入手来了解整个村庄的一些发展概况，这些就是，这可以说是工具上或者说知识上的一些学习。然后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在就是普韩的一个学习模式，就是说，更多的是项目组把学员们就是带进门，就是说他教给我们这些工具是怎么用的。然后呢，让我们自己亲身去实践，途中呢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再去反馈之后，项目组这边再进行一定的协助，可以说是一种，实践式学习吧，就是说让我们在做中学，就是相比于之前的理论学习呢，就是更加丰富饱满一些。这我认为也是乡村建设本身的一个特性，因为，乡村建设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嘛，学习这些我认为是对于个人来说非常有用的。
而且呢，就是通过田野调查呢，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也是像莎莎那样，就是说，遇到人就不敢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而且还特别害怕尴尬。但是呢，经过在村中的学习之后，就是说我发现就是，就算是陌生人，对你的戒备心也是不那么高的。如果说你能够打开自己的话，就是别人也会，随时向你打开吧。当然，就是这是，比较片面，但是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吧。其他的话就是说到后面我和两位伙伴一起做那个小额项目，我们当时做的是那个老年人的剪纸活动，就是说挖掘下次村内的剪纸老人，然后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重拾剪纸的热情，然后让同时呢也能让孩子们了解到咱们下次村里面是有剪纸这项传统技艺的。当时一开始的话，我们就是遇到的老人，他们都不是很愿意去剪纸吧。但是经过我们多次的入户之后，就是奶奶们就是会就是主动积极的来到我们院子里，然后教我们煤油灯怎么做，剪纸怎么剪，这些就是当时是让我十分感动吧。就是说，这些老人的生命活力，他们是不是说单单的是一个不能够下地干活的老年人，但而是说他们有着很丰富的生命阅历，然后也有着很强的分享欲望的一些人吧，就是当时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其他的话就是说，除了就是乡村建设层面，还有一些团队的一些构建层面。一开始的话，我们是11个人是以班长制来推动所有事物发展的，班长在其中可以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就是当我们在做中秋活动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班长的状态不是很好，就是在推进的过程中，班长承受了太多的任务以及压力，他不仅要思考活动怎么去进行，而且需要去分配以及安排，就是人员，就是学员们进行活动的展开，对他本身也是个消耗。于是呢，我们就决定换一种团队的组织形式吧，就是说，成立一个服务小组。三个人为一组，然后轮流对就是整个学习以及生活中的事物进行一个推动以及负责以及推动吧，对。然后决策呢，就是也是以所有人大家都开会参与表决的一个形式来进行的。在我看来就是让我了解到了，除了这个班长制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团队的组织以及构建形式。除了这个就是服务小组的模式以外呢，还了解到就是还有其他很多种的团队组建形式。这些团队组建形式呢，都是需要根据团队的团队成员的成熟度以及这个团队的形成的目的来决定的，这些也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很有启发的一点。就是在这半年的学习里面，除了这个乡村建设层面以及团队构建层面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说从自我察觉的层面，对于我个人的成长也是非常巨大的。对，因为在这半年的学习里面呢，就是项目组非常注重，就是说对自我的察觉，尤其是情绪，对自我情绪的察觉。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呢，往往是根据你的内心的某种需求有没有得到满足而激发起来的。当你能够通过你的情绪来认真的锚定到你的需求的时候，那样你就可以更抓住更真实的自己，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认为这个对于相见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说相见在目前看来就是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方向，挣的钱也不多。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呢？就是说，到底是我们有宏大的理想，还是说我们个人的需求是可以通过相见得到满足的呢？我认为就是对自我的察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的自我察觉是在，就是村庄内，就是与各种完全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中进行的，有和学员的交流，有和项目组的交流，还有和村民以及返乡家庭的交流，还有就是和成长伙伴，还有督导老师的一个交流，就是具体的过程我就不再赘述了。就是说，我发现呢，虽然我一直以来我就是看到人就想躲避，自认为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不希望和陌生人有过多的交流。但是经过普涵的半年学习之后呢，我才发现自己的内心是渴望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互动的。因为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正向的互动呢，在我看来，这种力量是可以推动我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不断前进的一个力量。所以说，我现在希望就是能够更加打开自己，然后，自己向前的同时，能够与身边的人共同相互促进，一起向前。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就是自我察觉的工作坊中，有一句话对我非常重要，就是说没有不得不，只有我选择。就是说，很多事情看似是不得不，而是说是你选择去做的。比如说，就是我选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然后做着毫无价值的研究。做着自己认为毫无价值的研究，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想，都是别人逼我的，都不是我自己想要的。这时候呢，我就会把责任推脱给别人，然后呢，自怨自艾起来，想要是没有这样做，而做些别的就好的时候，我就会一直的陷入这种漩涡之中。而难以自拔，就是说，自己又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精力，而且毫无成长。但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可以说这句话一棒子把我敲醒了，是我自己选择，就是把选择权让出来，然后自己选择就是逃避责任的。我认为，就是说，而这一切的目前，之前的一些消极和堕落，都是自己在惩罚自己吧，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现在呢，我就希望，当我认识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当自己能主动的担起对自己生命的责任的时候，反而会获得更大的自由。就是说，让我知道了，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而不是别人逼的。这时候，可以说我是非常，就是体会到了那种自由吧。对。以上呢，就是我整个对半年学习计划的一个分享。其实这些分享呢，只是在我生活学习中的一小部分，还有许许多多的美好的生活瞬间，或者说
苦涩的生活瞬间都没有能够，与大家分享。总之呢，就是我认为在普韩的半年里，我个人成长很多嘛，然后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群就是一起成长、相互支持的伙伴们，我也感觉到非常的开心，然后以及幸运，还有这么多，而且还有这么多就是热心的，愿意去，怎么说，就是为我们这些后辈指路的前辈们，就是自己感觉到非常幸运。当然，我也认为，就是这次学习，是不仅是自己的一个成果，而且是我们整个177人才计划的学员，还有我们遇到的所有人一起共同创造的一个结果吧，成果吧。然后，想必下一期的学员应该有他们独特的一些学习体验。我的汇报，不是汇报，我的分享就完毕了。有点长。谢谢谢飞的分享，也是很精彩，就是特别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大家来参与人才计划，我们过去可能会在招募的信息跟文案里面会呈现很多，比较宏大的或者比较高大上的一些资讯，比如有各种各样的师资呀、老师呀等等。那现在我们其实希望给大家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在乡村里面生活跟学习的场景。所以谢飞最开始的那个描述，我觉得，非常精彩，就让我们每一个关注人才计划，或者说希望参与到人才计划的伙伴，都能够清晰的知道我们所处的那个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在生态文明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一直会觉得知道自己吃的从哪儿来，知道自己制造的垃圾去哪里了，我们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人。其实这些都很简单，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关注而已。那同时呢，就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而言，其实都是本自具足的。就我们可以有丰富的生活的想象，也可以有非常丰富的个人工作跟事业的发展。当我们放下那些外在的评价标准，或者是社会给我们所指的那个单一的方向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自己身上内在的那种动力跟生长的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人才计划的一个价值，就和谢飞最后说的一样，这个所有的学习过程，它是我们学员跟所有与这个学习相关的伙伴共同创造的一个学习过程。再一次谢谢谢飞的分享。接下来有请我们最后一位伙伴邓雪静跟大家做分享。好的，就是我先说一下，刚刚说到我之前的工作嘛，还是要说一下，因为之前工作是工作，但是当时的领导对我还是很好的，很感谢他们啊。不只是求生欲的问题，是真的，当时在我时而抑郁、时而狂躁的那种时候，他们对我还是挺宽容的。然后我就回到这一轮的分享，就是首先想说的是。从大的方面，刚刚，其实几位伙伴已经有说过，就是我们，在村里做的实际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就简单的补充一下我的感受吧，就是从大的宏观的方面，就之前可能想的是我在乡建里面，要做很厉害很厉害的这样的事情，但其实到了真正的那个场景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就从举办一个活动。举办一个中秋活动，元旦活动，从这个开始就是很落地的一些东西，就是从理想到实践吧，可以说是，就是从这些细小的事情上，真正的去感受乡村，感受乡间，对，然后我再接着说其他的吧，因为这个方面，刚刚的伙伴们已经说的很多了，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身心的调整和恢复吧。
首先就是在之前的工作里面，其实对身体的透支还是很大的。就是现在很多行业应该也都是这样吧，996已经是常态了嘛。然后我记得我刚到普韩的时候，我们是到那第三天的时候是有一个徒步，就是去爬山。然后我记得莎莎当时后来就跟我说当时看我不确定我什么时候就会晕倒过去。对，当时我的身体就是，确实已经比较透支了。然后在普韩的这半年，首先身体是真的有恢复过来。刚刚看到弹幕里面说，希望在人才计划里面可以把身体养得强壮，我觉得是肯定可以做到的。对，然后那我说到这方面，我想就延伸一下，就是为什么可以把身体养好？就是一方面我们是。饮食上来说是在那里自己有种菜、有买菜、自己做饭。首先，饮食上就吃得非常健康，而且我们也会知道，就是怎么样吃才更健康。对，不只是这些食材，还有就是怎么样做更健康。对，这些我们可能会觉得它是这也是学习嘛。对，我一开始也是会有这种疑问，就是这也是人才计划的学习嘛。后来就发现，确实是的，就是看你自己是把这个学习是一个怎么样的定位吧，然后还有就是作息上来说，也是很健康的作息，然后我们当时是有自己定一个时间嘛，就是到几点就要休息，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下，另外就是锻炼，我当时就是跟莎莎一起练太极扇的，就是。到了冬天吧，就是很冷的一个天气啊，我们一起练太极扇，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然后除了太极扇，我还有很多第一次接触的东西，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会一起跳广场舞。以前我是很不屑广场舞，就是觉得这不是对大妈们的才跳的嘛。但是你跳了之后才发现，真的很有意思，而且我们说这也是在村子里面。去跟农户打交道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吧。对，这个是我印象也特别深的一件事。还有其他的像，就是做烘焙啊，也是第一次。还有吹笛子也是第一次，就很多东西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除了锻炼对身体的好处，还有就是中医。刚刚有看到弹幕里面说这个。有医学背景的之类的吧，就是我们当时还是比较推崇中医的。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中医，之前对中医的话就是怀疑又对，就是怀疑比较多吧，而且也不了解。然后在这半年里面，我们是慢慢有接触到中医的，然后就会发现这个东西的魅力具体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刚刚说的是身体方面。其实心理方面也有，就是，是更加关注感受的。我们在以前的工作里面，或者说在我们前20多年的成长里面吧，感受是真的很不重要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就是你不需要有感受，你不需要有太多思考，你就执行就好了。我们好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需要有太多情绪感受，就算有情绪，你也要压下去，你要做好情绪管理，对吧？但是我觉得在人才计划的这半年，就是，是你可以有感受的，要去慢下来去感受，就是对自己的这种接纳。我记得有一个事情吧，就是我们在当时是有成长伙伴的。对，就是除了熊哥，项目组的人员，还有3位伙伴或者2位伙伴是有一位成长伙伴的，就平时我们可以一起交流。然后我的成长伙伴呢是陈琳姐 我们有一次在交流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是很不自信的，然后呢我就跟陈琳姐聊起来我自己的，就回溯我自己为什么是这种不自信的，为什么是讨好型人格，为什么是没有安全感的，就从我之前的经历开始回溯吧。然后后面陈琳姐说了一段话，就是，我一直记到现在。她说，那也是你的生存智慧，珍惜它，然后也可以告诉自己，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不再用这样的方式。对，就是首先是接纳，
我们以前可能总是会觉得，你的问题，你有很多问题，你要去改变之类的。但是在这里，我会觉得，我是可以先去接纳他的。对，可能说的有点抽象了哈，就是，到具体的情境中能够更加的理解这种，状态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到团队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这11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团队，从最开始的接触，你就会感觉到大家都非常的有个性，对，然后而且就是互相是能够，刚开始可能也有一些，就是会觉得啊他怎么是这样的，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闪光点，就能够看见每个人，能够理解每个人，而且。这也是我觉得这种我们之间这种深入的交流，不是那种，不是那种一般的社交吧，不是那种面子上的社交，而是这种深入的交流，就你可以跟大家聊人生意义的这种地方，对，这种交流会让我觉得是能够抵抗孤独的吧，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孤独就是人生的常态，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是休息的一个傍晚，然后我出去买菜，然后看到路上就是看到黄昏的那个天色特别好看，晚霞，但是我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分享。然后买完菜刚要出门的时候，那个外面下雨了，我被困在超市里。当时想的是，哎，好难过呀，就是。我并不希望有人来给我送伞，但是我特别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人分享我的这种，经历，就是跟他说一声，我这里下雨了，我被困在超市了。对，就是我之前就处在这种孤独里面吧，也不是没有朋友，但是，是怎么说呢？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去分享的。对，但是在人才计划的这半年，我会觉得大家已经到了这种。可以分享的阶段，对，甚至让我会觉得我对于集体生活有些上瘾，就依赖这种集体生活吧，所以这也是一个治愈孤独的半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团队的话，团队方面的话，就是还有就是这个共创机制是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吧。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负责嘛，然后到后面是轮流来负责，就是每个人都是这个事情的，都是我们学习生活的主人。对，这种机制让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借鉴，或者在以后的一些生活、学习、工作里面也可以去给我一些帮助的吧。然后就是在团队的这种滋养下面，我会觉得，自己变化还是蛮大的，成长也挺多的。就是以前，最近不是那个 MBTI 人格比较流行嘛，然后我又测了一下，发现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我之前测的时候都是 INFP 和 INFJ 之间徘徊的，这次我发现我居然是 E 开头了，对，就是这种。因为这个 E 和 I 它是一个精神的内在获取还是外在获取嘛？我自己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对于社交没有那么的排斥了吧。就是这半年的团队生活让我对于社交是很乐意接受的。对，然后再说到我们可持续生活的这个方面，就是不只是生活吧，还有生产。生活的方面，刚刚大家已经有提到了，我就主要来说说生产吧。就是我们在普涵有跟社企的超哥，有机会跟他去做一些生态农业方面的事情。以前的话，因为我们家也种地，我以前就是习惯性的理解就是用农药化肥这么种啊。对啊，我爷爷奶奶，我跟他们说起生态农业的，后来我跟他们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不用生态，不用农药化肥，怎么能种地呢？就是习惯性的这样去想。但是在普涵的这半年，我们有跟超哥去摘柿子呀，就是加工柿饼呀，
但现在的话，他们还在摘香椿呀，就是还有杏儿之类的，还有我们去垫那个发酵床养猪的，对这些亲身去实践去经历，才会发现它是已经有人在做这些事情了，就会觉得它是很可行的。就是你从一种之前只是听说到了，我真的去见到它是不一样的。对，时间好像差不多了哈。那我就最后我觉得就是，在这里的半年吧，会让我觉得不仅是乡村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乡村，就是这样的。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请客。好的，谢谢雪静。就是的确从自我的认知和对自我的接纳就有很多的体验。这可能我觉得也是，一个是我们这几年实际的一个变化，但另外一点可能也会感受到有很多伙伴会不太能去理解这一部分。因为在相见我们很早的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大家都是非常关注这个宏观的社会责任跟历史使命，也就是大家都是抱着一腔热血要改变社会、改造世界的，甚至大家有些人都会觉得就自己充满着能量，没有自己这个地球好像就会发生什么变化这种。但当真的是我们回到乡村之后，才会发现，我们每个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那我们的行动也应该是从点点滴滴开始，我们要把我们相信的那些价值活出来，把我们每一个所要去推动跟建构的那些理论落地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跟工作里面。就当有了这样一个过程跟体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相见不是苦闷的，它是有趣的、好玩的，甚至是浪漫的，是丰富的。那也会让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看到自己的丰富性，所以这个过程对于我们现在而言，无论是人才计划的学员，还是我们这样一个扎根乡土的一个小的团队，我们都觉得会非常重要。就我们能把自己的生命安放在乡村，也是我们对于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解。就现在已经是一个城乡中国，它是一个城乡融合的时代，城乡之间的那个物理距离已经大大的减弱。那我们能不能在乡村里面，让那些愿意来到乡村的伙伴，能够安身立命，能够安居乐业，能够承载自己对于生活的想象跟渴望？所以我觉得这个自我的认知的部分，其实是一个人生一直不断要去摸索、探究的一个课题。当我们接纳我们自己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可以轻松的、踏实的、充实的一步一步往前走。那也是感谢这个我们四位伙伴，再一次听大家去分享过去半年的这个学习体验跟收获的时候，我也是有很多那个场景的回忆，真的很开心，大家一起去创造这样的学习过程。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共创，也给我们作为项目执行的团队而言，带来了重大的一些启发跟滋养吧。那我们其实还有点时间，是想要跟大家做一些交流的。但是好像这个我看到大家有些问题也比较零散，比如说关注大家四位伙伴的一些基本的情况，比如年龄呀，这个学习背景呀，这个一会儿大家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但其中我看到有一个问题，可能也可以提出来，大家再做一点回应，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相比城市更广大的地方体现在哪里？可能大家的这个分享里面已经涉及到，但如果这个四位伙伴有想再去补充的，每个人也都可以说一下，关键也可以再补充一下自己的那些信息，大家关心的年龄呀、学习背景呀，
甚至包括接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些选择也都可以，每个人再有一点点时间，简单介绍一下，那谁先来呀？还是按顺序吧？那就小兰吧。好，小兰先来啊。我是兰心路，然后97年的，刚上一年21年刚大学毕业嘛，然后参加人才计划，然后目前单身未婚，也没有女朋友，现在。我现在目前的工作是，怎么说呢？也是在加入了一个永泰乡村永泰团队，从事乡村振兴的事业。就是也是延续了之前半年的一个历程吧。其实我是将那人才计划的半年和我现在以及将来要做的事，都是视为一个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一个自我的生命之旅啊。好的，谢谢小兰。那就莎莎。哎，莎莎。已经打开了，就个人基本情况我就不说了吧，我就说一些，我觉得就说回应一下那个问题，就相对于城市，觉得乡村更大的舞台在哪？其实我没有办法从学术或者说是从真的经历上去做这样有效的回应，因为我也只是参加了，只是零散的看过一些温老师的视频。参加了人才计划，我没有实际的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经验去参与到当中，所以我去做，我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回答，我只能从我个人的一些生活的可能或者说路径来想吧。就是我以前的话，我一想到如果我在城市生活，那我生活的轨迹可能是什么样的？我生活的轨迹可能就是，我今天。就是人生的轨迹可能是，我和伴侣一起，然后我们就去找一个城市定下来，找到差不多的工作，然后，领着尽量挣到合适的收入，然后买一套房子，接下来就是生儿育女，所谓的生儿育女，然后再送她去上学。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能够想象到的，我的生活的途径好像也仅此而已。如果小孩上学了，那我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都跟网上说的差不多，什么他要不要进好一点的幼儿园，他接下来的教育轨迹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会想，我以后的职业发展可能要是哪个路径，我也可能要学什么样的技能。但是，乡村的可能性就在于。他不会，如果你愿意，他不会给你规定这一条路径。我以前的话，我会一想到城市，我好像就只能想到这样一种人生生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好像放开了这个人生生活的可能性，就不只是在城市，只想着我在城市生活，我只想要和大部分人一样，在城市里买房、结婚、生子、工作，我还有很多生活的可能性。就我可以去到一个我喜欢的村子，但前提是我愿意待在这里，我的心是安定在这里的。那我自己就用我自己的手艺，或者说用我自己的本领在这里生活。如果幸运的话，找到一个自然环境很好的村子，那我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可能就不是那种像在城市那样那么割裂，那么分开。工作可能会把生活的空间都给挤压掉。那我可以有更多灵活的空间来探索我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我还记得我们在普函的时候，有一期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师吧，他叫吴晨，他现在生活在云南的大漠雨村。他的人生的可能性，他的人生途径，对我而言，就是我就见识到了很多不同人的生活的可能性，包括普函这里也是。我以前如果一想人生，我接下来人生该怎么走，好像就只有。之前社会所说的主流的那一条路，跟我说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以后的话，我即便选了那个城市，可能主流说的那条路，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愿意，我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而且它不是幻想的，它是有真的有人在这样去实践，真的有人在这样去做。而且我觉得，城市相对于乡村，它特别少的。尽管它城市可能文化资源特别丰富，它会告诉你我们要关注自我，我们要有这样各种各样的资源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它本身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就让身心的安顿变得特别困难。我们在外租房，比如说什么各种北漂、沪漂，我们在外租房，想要我自己，比如说想要去种个花、种个菜，想要有一个阳台晒着太阳，我每天下班了，我想去锻炼一下身体。这些可能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或者薪资一般的人来说，好像都不是特别能满足，或者你特别能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当然，如果你愿意做出另外一种选择，在乡村的话，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你的工作还有你的生活，他们并不是那么对立的，所谓那种对立的状态，你能从里面得到很多的滋养吧。我暂时能想到的就是这些。我还记得也有很多大佬说过乡村的其他的可能性，就比如说翁老师提的，三级市场呀，然后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啊这些。但是这对我而言，一个刚入门而言，我没有去实实在在的去经历和接触，我没有这样的储备，相应的储备和实力去说这样的，所以我也只能仅从生活图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来去分享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完了。好的，谢谢莎莎。那就接着谢飞。好的。我叫谢飞，也是2021年刚刚毕业。我是研究生毕业嘛，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以后的话是想继续读书，就是说，想在理论层面，就是。自己本身也是经过这半年之后，也是想继续走走在这个乡村建设这个洪流中的。然后呢，又认为自己的这个理论知识不够扎实，还没有能够去指导自己的实践吧。就是想继续先去读书，然后后面再进行实践活动。至于后面这个。就是相比城市，乡村会有更广大的舞台吗？其实，我在想，就是只要你，怎么说呢？就是说，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舞台，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是说，回到现实层面的话，就是说，在我看来，城市的生活压力以及生活节奏。相对于乡村来说，会更快、更大一些。就是目前来说的话，乡村还没有受到消费主义或者说资本市场的污染，就是说让人可以更广阔的去寻找他自己的可能性，这是其中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乡村，就是说。目前中国的城市发展，在我看来都是同质化的，然后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数字化的，就是说忽略了人本身的发展。但是在我看来，乡村建设它更宝贵的一点就是它更关注人的一个发展。然后呢，全国各地。
不同地方的乡村有着不同的那个地理环境，有的地方是平原，有的地方是山区，有山有水。这我认为相比，这也是目前看来乡村相比城市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说它是一个丰富的非同质化的一个地方。主要在我看。目前只想到这两点，就是能够说乡村可能会比城市的舞台更大，但是呢，就是说，这也仅仅是，它乡村比城市的优势，对，但我不能说乡村的舞台比城市大，但是。可以说乡村和城市各有他们的优势。然后，在我的想象里面呢，就是说城乡融合将是未来就是更重要的一个发展吧。好的，谢谢谢飞。好的。那也有请雪晶。哎，雪晶。啊，我叫邓雪静，97年的，然后18年毕业，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我叫邓雪静，就是现在的话，现在我们在结业之后又参加另一个培训，然后，现在我是跟小兰在一块儿的，就是我们。对，所以，对，刚刚那个声音可能是有，然后至于那个问题，乡村是不是比城市有更广阔的天地？我觉得主要是看自己想要什么吧，就是，因为选择乡村的话，可能也就选择了偏非主流的一种工作，因为在主流的生活里面，主流的价值观里面，肯定就是，找一个体面的工作，拿一份稳定的薪水，然后结婚生子。对，在主流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想要的就是这些的话呢，也未尝不可。但是，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我们参加人才计划的，基本上也是。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不是我们追求的吧？可以说是，然后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说，正在找工作，但是我就是希望能够，做公益方面的吧。对，就是还是会在乡建这个大圈子里面，对，就是这样。好，谢谢雪晶。其实这个问题也真的是要回归到大家个人，就是可能大的环境跟背景会对我们的一些选择有相应的影响，但最终在这个大的影响之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事业如何去往前走，真的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自我的那个认知。因为当前的这个大的环境，的确是使得城乡之间的这个物理距离已经大大的减弱，城乡融合的这个硬件条件已经完全具备，甚至我们说一些刚才弹幕里面也有伙伴提到的，比如一些文化类的、创意类的、艺术类的，甚至我们说教育类的，这些业态完全都有可能走向到乡村里面去。做相应的这种创新跟创造，那也是借这个机会，我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基本的，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吧，也跟大家在这里做一点解释。第一，我在弹幕里看到有人说能不能见到温老师，就是好些伙伴都会问这样的话题，但是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脑海里面就闪现一个画面。就在10年前吧，差不多2010年那个时段，我们在北京每年寒暑假都会组织好几次的这个大学生的培训。那在培训当中，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因为那个培训很满，
每天至少要有2到3位这个老师，而且这老师都是国内比较在理论研究上比较顶尖，但同时又关注实践、关注青年成长的这些老师。那对我而言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就是在汽车里面跟这些老师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到底跟这些老师聊什么？就那段时间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尴尬。那我也想，就是对于这些关心能不能见到温老师或者能不能见到其他老师的这些伙伴，你要问一下自己，你见到温老师到底想干什么？签个名，合个影就完事儿了吗？好像这有点太简单了。所以其实见谁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见到之后我要做什么。机会都是有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大家也会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哎，我们这个人才计划有没有学历的限制？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人才计划从2005年的第一期开始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对学历做过任何的限制。所以参加人才计划里面的学员有留学的背景的，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名校里面的，也有休过学的，也有就是初中、高中毕业的。在我们看来，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学习过程，它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你当下的那个状态、自我的认知，能否跟人才计划产生一种相互的匹配跟支持，这最为关注。那还有一个大家一直关心的问题就是年龄，我们为什么会对年龄做一点点限制？那我今天也在这里想给大家说，其实，它也不是那么硬性的，或者说，不可去波动的。有年龄的28岁以内的限制，是因为我们对自身的一个认知，可能随着大家年龄不断的增加，对于学习的那个需求上会更加的这个丰富，甚至在协作当中需要的经验跟能力要更足。那我们也是会觉得，可能我们自己协作不了大家，支持不到大家，所以才有了那个年龄的限制。那这段时间会有很多朋友询问，甚至我们临近的用城市的有伙伴，他们就突然来访，也做了一点交流。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些没有哪一个条件是硬性的对大家的限制。我们更多都是一种开放的。反倒是要让大家每一个伙伴去思考，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参加人才计划？人才计划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我有什么样的欲求？这个需求在人才计划里面可以得到相应的支持跟满足，就是大家理清自己是最为关注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双选对话都不是一种面试，不一定非得要。就像一般找工作或者说其他岗位一样，我必须通过，而是要在一个双向的熟悉跟了解里面，看我们到底适不适合。那就是在过去的这10多年时间里面，就我手头有一本书，我也打一个小广告，叫《相见笔记》，这是我们2020年，出的一本书。这里面其实是比较粗略的记录了我们人才计划，从第1期到第13期的，一些学员的成长经历跟历程，也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呈现。我们也在期待，比如在人才计划20年的时候，在我们来到普寒1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研究来去呈现我们在冲装里面的探索。我们既作为一个实践者，又作为一个知识跟思想的创造者。那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去了解，人才计划过去这10几年时间的一些发展历程，也就是在每一个发展的阶段，我们都在不断的去调整、去创新，我们没有固守一个所谓的学习机制、学习方式，而是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我们都在及时的做一些调整跟创造，所以也是非常期待大家关注人才计划的，对人才计划有兴趣的伙伴，能够报名，
那如果已经报名的伙伴，就可以耐心的去等待。我们4月20号报名截止之后，会安排第一轮对话。如果还想去了解人才计划新一期，就第18期相关资讯的，可以关注"国人相见"的这个公众号，浦韩新青年公社的公众号，山西光明公益的公众号，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去搜寻，就都可以找到。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四位伙伴的分享。在他们在这个分享结束之前，我也想邀请他们每一个人在可以对我们即将报名的或者已经报名的未来成为第18期人才计划的学员们，说几句自己最想说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说吧。那还是按顺序吧，那就小兰来吧。好嘞，那就再次希望大家日常点啊，好好睡觉，好好吃饭，然后养成一个健壮的身体。好没的，了。谢谢小兰。那莎莎。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是，如果真的参与到人才计划当中呢，就是好好享受这个过程吧。就是不管这个过程有我们所谓的好的情绪，或者说不好的情绪，有符合自己期待还是不符合自己期待，都是反正好好享受这个过程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可以和大家一起共勉的一句话。是我，在普韩的时候看到的，也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上面说的是，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3、4月的事，到8、9月自有答案。对于像我这种特别爱焦虑、特别爱想事儿、特别喜欢、特别想要把一切东西都掌控起来、特别害怕不确定性的人来说。这句话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安抚。没了。谢谢莎莎。谢飞。宝藏就在那里，你可以去了。结束了。好的，谢谢。那就雪晶。雪晶是不是没开麦？我想说的，我觉得刚才都说的差不多了，就是，在内卷和躺平之外，还有第三条路。对，我觉得不只有这两条路，对，然后活在当下吧，重在体验。好的，就这些。好的，那也再一次感谢四位伙伴今天晚上精彩的分享，也祝愿他们在接下来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一直保持在人才计划里面，所学习的那些品质、那些精神，不断的前行吧。也期待我们更多的年轻的伙伴，能更加有勇气的去做出选择。去直面自己的人生跟生活，去探求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跟意义，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希望。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们其实后面也可以再安排一期，我们项目组专门对于人才计划本身的介绍。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国人相见 ”B 站，的这个公众号跟 B 站号。也欢迎大家加入粉丝团，能够及时的去了解我们的一些资讯跟动态。那今天晚上的直播分享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也再次感谢四位伙伴的精彩分享。谢谢大家。